1月5号试习第一组离地1200米，咁啊准备妥当啦。起步咁啊，外档嘅多巴先生咧就唔系好顺啊，暂时喺包尾嘅。咁啊睇翻前边啦，咁啊放头嘅马咧就见到时间宝啦，同埋白衫嘅浪茄仔一对快啲啦。后边嗰度咧都几平排噶，喺出边嗰只绿衫就精选威啦。咁啊最出咧都一路捉到口马马噶啦，嗰只叫跑得好快啊。咁啊马冧中间黄衫啊擅传万里啦，出边咧就粉红帽嗰只叫九九为金啊。贴栏位置咧就见到绿衫嘅高气派啦，咁啊中档位置走上嘅金百灵，标志银河喺尾四嘅，尾三位置贴栏咧就九九为尊，拍住佢就屹立迪迪，暂时脱节包尾咧就多巴先生啦，差唔多转晒弯要入直路噶啦，咁啊前边咧就时间宝就拍住浪茄仔，中间系善传万里精选威，贴栏位置高气派上啲啊拍住金百灵咧，九九为金咧就拍住呢只跑得好快，后边屹立迪迪冇位啊，因为出边标志银河咧拉到实都涌紧上嚟，马林中间仲有九九为尊，后边仲有只多。巴先生啊，最后100米啦，咁啊前边时间宝啊出咗嚟先，但系大外档咧火车头咁啊拉住涌上嚟就标志银河，仲有只善传万里啊，中间跑得好快啦，内栏走咗上去就九九为尊，直逼中间咧就金百灵噶啦，白衫褪啲就浪茄仔啦，出边屹立迪迪大外档多巴先生上啲，后边三只咁啊紫色衫啊九九为金啦，咁啊绿衫嘅精选威喺佢入边咧就高气派啊。